只在那边干嘛？为了捡一个大补，是这样的战术。有人去那边冲他笑，在那边一直冲他笑。你是要进监狱是不是？哦。上上。Taxi，Taxi，Taxi。过洞了，两个过洞了，干。Taxi，Taxi。哎，火龙在挥手，哎，看，你怎么让我换枪？看，嗨，好嗨呀！要不要来点音乐？我冲进去啊！我们要去开派对。看，哎，看有人了，看，在我这，看你老师了，啊！拉我，拉我，直接拉我！靠，靠背了，啊！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靠腰！啊，没子弹了，嘎！他残血。我们是麦当劳欢乐颂。好没好没好没！靠背。开发你开到死掉，他没头盔了。用 OBS 直播，对啊。哎，他们不同组。啊啊！还有还有，那个右边那边，哎、欸，好屌，你全收、喔。不不，还有右边那一只嘞，哎、欸，死掉死掉，不要打死。栏杆那一只不要，这只先收掉。哦，这一只这一只。然后里面还有人，你先收尸，我帮你看，我还在那个视角。看我 AK 子弹不够啊！换人吃鸡呀！换人寻找天命。麦当劳欢乐颂。看这边好多人哦，两组以上。我直接霸气开车送进去。哎，有人有人，我们车子那边，我们车子那边。在仓库旁边，所以直接死。光了，死光了。刚还好，我没切视角看到。靠北，你还要蹲啊？直接拿小枪冲过来。干，他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那代表这边很穷哎。应该是打了一波了吧？对啊。换另外一个人寻找天命，天命的条件就要全队死掉这一个。天命的条件就是先找一间厕所蹲着。第一圈还没说完呢。枪拿着，人家来不及。为什么要跳？还自己掉下来。
有补包啊，绷带。我身上够了。地上有大便。是收过了啦，应该都收过了。空虚。终结者，终结者二不是手机游戏吗？不知道。好，终结者二，我记得是手机游戏。想跳又觉得太高，又缩回去。终结者二，哦，外面有人了，瞬间爆炸，另外一队的人，好，拜。